与你说话，我哑口会无言；与你碰面，我体温会乱变；与你贴面，一世的经典。有一摆，喺唐人街嘅时候，主王睇到雪妮咧，即刻点头走。嗰时系咁好怕丑嘅，好怕丑嘅一个人嚟嘅咯。左的手永远是僵了，一坐下来，他的手永远是僵了。从他连吃东西，他也是用一个手，手还在那边了。当中的过程非常之复杂，但系总的嚟讲咧，就左王系付出得非常之多。回到来他就讲哦，就是那两个字，要 feel 啊，要 feel 啊，要 feel。自然看你正面，两手失控才知看你笑脸，我开心笑耶稣天。与你说话，我哑口会无言；与你碰面，我体温会乱变；与你贴面，一世的经典。难制止，你是血液深于我每一处，要讲你知我的故事。这一秒，即使心再不跳，再记起前意识，爱是已在心中永世不变。一世的经典，若你可再拥抱紧一点，我愿意用我十年去换我共你十天。我要讲你知。每当我的心肝跳一次，没法子难制止，你是血液深于我每一处，要讲你知我的故事。这一秒，即使伤再不跳，再记忆情意思，爱是已在心中永世不变。光阴可以瞬间转数十年，生死起跌也知不会幸免，当中只有爱的感觉未曾变。